他工作就要好好犒劳自己。第二份饭开放。怎么刚刚吃小笼包，这会儿又吃面条呢？对啊，就咋的了？今天碳水不是爆炸了呀？让自己那个，让自己哪个？心情好，工作状态百分之百。镜头前面，对，你往前走一点，然后从镜头前面走出去。要看着镜头，也看一会儿就行了，不用死盯在这最后一个镜头，好吧？很简单啊。可以有。没有电影的感觉。那个灯能那个吗？可以收一点吗？好，从现在开始我们不用光学了。那不行。追求自然。我们刚试了，自然不好看。脸上的崎岖都显出来了。那你看镜头的状态是什么呢？我看一下。就这样呗。好吧。好，我慢慢跳下来。笑啥呢？不是，我觉得我跳的有点不帅。对，哎，这个镜头果然会拉宽人的脸，就是镜头会。你看，就刚拉到我脸上的时候，我脸是有点宽的，然后一拉开，我的脸突然变窄了，给人一种在修图的感觉。哎，别废话，没有，我只是在分享。还得进，好，我跳到这样怎么办？不是背面，背面也可以啊，让你转身就走了呀。哎，对，这样也可以，不用再看镜头了，脸就拉变形了。你可以跳成这样吗？你去试下跳一下，刚刚做，你快点的。站一下就行，不用站，不用站，你还真写字吗？给你写个花字。你可别扯了。来，你看吧，这么多眼睛框，你想要哪个？我弄下来，下一块儿的，这个，不满意就可以扔掉。朝哪儿扔？就是，对，然后继续重新写。你也可以写着写着，然后你的二郎腿不翘了，靠在椅子上。哎，对，这咱们这时候还是网大的软技，网大的演技。继续啊，别这样的吗？我可是实力派。对，然后看看另外一边。对，很好，可以。好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我也试试，可以进行一下奥斯卡了吧？今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，然后就可以扔。走了，咋不走呢？扔的不咋地呀，咱们就因为太硬了这个纸。你往上面扔，往上面扔啊！走，画面里一张纸都没有。你懂不懂叫什么斜四十五度角？你算是斜四十五度呀、啊！不是往前面扔，你现在往身后四十五度角扔。好扔，好走。好了，你回放这。要开始跳舞。哦，原来这个拉得这么远。哦，这么慢。那行，给你快放了。我可以那个呀。等会儿别动，你先看看。我可以演给你们，就演这种。那倒不用，谢谢你。节约成本。快点，没事，就是正常放吧。
可以，这条我觉得 OK 了。可以。然后我们就拍特写吧。有酷一点，可以的啊。对。你那个左手那手劈的叉也太大了吧？啊，放松一点。对，拿着拿着，哎，元气你拿着，然后让它翘起来一点，把两张都拿起来，你下边也是乱写的。哎，对，翘起来一点，这样就行了，我就看不见你写什么了。好，看看左边，哎，右边有点表情。书法吗？这写的拿笔的姿势，书法这个毛笔，中西合璧。你写啥？我在写那种幼稚言辞。是他站起来走路的这个排开吗？刚刚那里不是接到那边了吗？过去的，就滑过去，然后踹一下墙壁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了，小姐姐给你试一下，好吗？等一下，不用管头发，我又没开拍。不是我穿这衣服，这样子的肩膀不会很猥琐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！妈妈，妈妈！然后你拍的时候不能带到那个什么针、什么纱、什么区啊。好，来吧。等一下，我应该这样吗？灯在那个灯在扣下来，扣下来，对，试一下就知道了。不好，来吧，准备啊，三、二、一，来走，走，来吧。很安全，是不是？就是有点猥琐。他现在能回去吗？他现在不能回去。去吧，来一下。啊，这个跳吧，从这样来一下。好，请站起来。来三二一，好，好，啥玩意儿啊？曹，你的脚不对，你要走到这个正面啊，曹。什么？你是这样子，推完以后你要有一个，就是这样一下，不要不是这么摸一下，它磕磕嗖嗖的。好啊，对，进来就看你的敌，哎，弄一下衣服，好的，然后对，好，摇到正面，好，拿枪，啊。我应该拍一个那种，你枪拿出来不是应该？你不拿枪也行，你可以拿枪的镜头，我一会儿来用。你现在别拿了，好尴尬。啊，低调一点，行，低调一点，这位姐姐。哎，对，对，看对方啊。来，慢慢抬头。我再来一次 ，OK， 就一条够了，完美。是掉的。
去啊。尤克里里版凄惨的声音。结束了，跳舞了，大家收着，好，哎。